大家好，我是 Ezzattie， 我今年27岁了，我的生日是3月13号。我是关丹人，现在住吉隆坡。我是家庭主妇，我家有4口人，丈夫、2个儿子和我。我爱我的家人。每年该季节，我会回关丹看我的爸爸和妈妈。我爸爸今年58岁了，我妈妈是家庭主妇。我很喜欢做马来菜，我会说一点点韩语。我不会游泳，我想学游泳。我的丈夫也在Kunkwan学习韩语，我们很高兴可以一起在Kunkwan学习韩语。谢谢你们，再见。